请寇云龙。抱一个，要三，注意安全。一样古代人，不如创贴。不用创贴，那劲儿都过去了。好的话，要纱布。太好了。嗯，出门试试。他家就指着他，说相声多好。感谢，来了我们就高兴。咱说实在啊，刚才我们这师哥于爷是我们这底角，真是我们这书馆啊，就指人称的。确实是，你看现在这个社会，咱说句实在的，相声都不好演呢。您别乐，你看，你要是乐，好像否定我意见。相声都不好演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太快，现在就是流行啊这种，这叫快餐文化。现在其实来说呀，快餐文化其实不好，真是一点都不好。为什么呀？生活节奏你一快，什么东西马上就过，什么马上过去，代表啊这些个东西。没有推敲，就太快了。你像咱们听书的有老观众，在你们印象当中，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作品记忆犹深，可以说是百听不厌。像这样的作品有，你看我最爱听的一个单口相声就是官场斗，就是刘宝瑞刘先生的这么一个作品，百听不厌。还告诉你，我现在每天我都听，不听睡不着。这太好了，这是啊，这每天我都听。我就您在人家说的这个感觉当中就有这种画面感，要不说人是大师呢。咱们跟人家比相差的那实在是太远。遗憾的是什么？刘宝瑞刘先生没有留下这个录像，其实没有，不是说没有录像，有啊，就在这个电视台里面，那年像那闹大水，一下子全淹了，录像就都放出来了，仅存留到现在的也就那几段录音，这是非常珍贵的一个这些个作品。确实，你看我们跟人家比，我们差的确实是太远了。要我说，争取呢把大家伙逗乐了。上这儿来之后也开开心心的，也有真正听书的这个传统文化呢也存在啊，既应变了这种现在的这个社会流行的这快餐，也保留了就是相声评书的内在啊，尽量不要流失。说说不爱听，那这就得心语。我们乐意把这个我们这传统文化发扬光大。但是因为时间就常来，为什么？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靠您这些位了，就靠您这些位了，常来吧，常来，好啊，常来。我们也尽量搜集素材题材逗大家伙开心。这其实啊，你要是观察这生活当中可乐是特别多，你这微博微信对吧，这现在这多方便，几乎就是透明的。真的有个什么事儿马上就能发现，马上就能知道。要是有时候我这坐车来这剧场，偶尔发现可乐的，咱们是人拿咱找乐啊，有人给打招呼，微信呢，给打招呼，叮咚，一响，他的微信，咱们就都得看着，公交车上没事儿，对吧？拿着微信就看，小闺女，谁的？不知道啊，看着头像长得挺好看，啊，看，
就是哥哥，我是兼职。哟、哦，您别这个，这有这种现象，生活当中确实有这种现象，他老是有人跟打招呼啊，哥哥，我是兼职啊，这个。啊，上面写，咱就说这种社会现象，就是有，确实是有，就是上面写的，什么600一次啊，1200包夜。你像咱这种说相声的，你闲着没事儿，同学哥上聊两句呗，解解闷儿呗，对不对？我就问他，打折吗？团购打折吗？车震有吗？有啊，上哪儿啊？我说我在二路汽车上。你来吧，开玩笑。你这闲着也没闲着嘛，对不对？就生活当中就自个儿逗自个儿玩呗，是不是？要说咱们中国这语言确实是博大精深，你这一句话，一个标点符号，你都有它的用意。用你还特别特别的大，一句话语气也能改变这一句话的意思。你举个例子吧，比如说我们这演员，其实我们这演员挺累的，回家都晚。你看我们这夜里一般回家都是11、12点，当然早的，有的夜里1、2点就到家了。李云杰这个夜里差不多1点来钟到家，他住南六环。要赶上他这车限号要清明，趁着到家近1点了，回家之后啊，媳妇儿在家里等着呀。你说这一天，你说我们这跟媳妇儿基本上见不着面，基本见不着，1、2、3、4、5，我们这上班基本见不着面。为什么？我们白天没事儿，媳妇儿正常班，一般都上班去了。赶上6点来钟，媳妇儿一下班，我们就该上班来了。就是这样，基本上见不着面，也就晚上回去，到时候多聊会了，多聊会了。我说小姑娘，你弄我打的脸，受不了受不了。哎，有李云杰回去之后，1点来钟到家，梆梆一敲门，媳妇儿在家等着他呢，也是。刚洗完澡，刚洗完澡，啊，就出来了，也是着急呀，嗯，就囔囔囔，就穿这个拖鞋，啊，打开门一看，二人四目相对，云烟一看，你说没穿衣服。这一个热模就出来了，你怎么热模就出来了？人媳妇儿说的好，我知道是你呀、啊，他知道是他，心里他知道，对吧？所以说我没有防备，我就知道是你，开门就回来了。我知道是不是？这多好！你要换个语气就差点了。帮忙一关门，媳妇儿浑身上下一丝不挂，东拉右望出来了，啪，把门一看。李云杰一看，你怎么这模样就出来了？你跟他媳妇儿换一个语气说：“我知道是你啊！”你看这意思马上就变了。要说咱中国这语言呢，是博大精深的，是不是？他也是，嗯，这是开个玩笑。有时候我们那。相声演员嘛，对，逗您诸位开心。您坐下不乐的，不能下隔着你。也行，下来吧，来吧。回头你钱包丢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啊！所以说，我们这争取啊，给大家伙都开个心，咱们一起开开心心的，高兴兴。我人活就是尽量高兴。我们这演员也是也挺枯燥，生活当中啊，我们这乏味着，在家里练功，把一人关小屋里面，对，被灌狗，因为吃的是张口饭嘛，每天对着嘴鼻子就得练习，
有时候你要不练，哥哥送你天，你要不练，嘴皮子就松了。嗯，说话呢，他有时候吐字儿啊，就是说，不真诚，而且吐字儿不真诚，这还稍微好一点。为什么呢？他不伤害人呢。他有时候这个嘴松了，他往外吞这个唾沫了。这有点儿就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你演员跟观众一个多近啊，你这往外喷唾沫星子，你那观众兴高采烈上这儿来听我们的，万万没有想到我们这演员一个个带着小灯壶来了，往这儿一站，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已经出去了，唾沫星子啪啪往外崩啊，观众朋友看着高兴啊，乐呀，听相声嘛，听玩意儿玩的，他不能高兴，但是坐着在这听，打发心情，说不错，这胖子好，嗯，说不错，嘴上功夫稍微差一点，保级有一下两下，人家还好，你整着他们干。这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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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受不了，这个嘴上的功夫是必须得有的。我们练习背这个贯口，无限的背，这没有变数，无限的练习。像这个八阵营、地理图、报菜名，来一个，还节目，报菜名，满汉全席，对不对？每个字都得送到你耳朵里面去，你来的简略一点。蒸羊羔，嗯，蒸羊羔，清楚清楚，不行不行，再来一个，蒸羊羔，不行不行，蒸羊羔，这会儿上三盘了，蒸熊掌，蒸鹿尾儿，烧花鸭，烧雏鸡，烧子鹅，卤猪卤鸭，酱鸡腊肉，松花小肚，酿肘香肠，吃进酥盘，熏鸡白肚，清蒸八宝猪，江里酿鸭子，罐野鸡，罐鹌鹑，卤什件，卤子鹅，山鸡兔脯，菜明鱼，清蒸哈什马，有红丸子、白丸子、南京丸子、四喜丸子、村丸子、新疆丸子、鱼脯丸子、疙瘩丸子、豆腐丸子、樱桃肉、马牙肉、一品肉、栗子肉、坛子肉、红焖肉、黄焖肉、酱豆腐肉、鲜卤肉、剁肉、黏糊肉、糊肉块肉、酸肉块肉、烧肉块肉、大肉、白肉、红肉子、白肉子、水晶肘子、蜜肉子、趴肘子、炖羊肉、酱羊肉、烧羊肉、烤羊肉、清蒸羊肉、五香羊肉、汤三鲜、包三鲜、炸鸡块、烩三鲜、烩鱼丝、烩白炸子、圈煎的炸九头、三鲜鱼翅、里脊鸡、尖酸火鲤鱼、是板鸭、筒子鸡。好，练功夫，当当当当，这是简单的，当当当当的一大套，不加思索，脱方脱口，这种感觉，必须啊，得紧，你知道吗？咬字啊，得真的，就送到你耳朵里去，得紧，你这个得下功夫，嘴鼻子必须得紧呐、啊，嘴鼻子松可不成，嘴鼻子松你吐字发音呢，你都不真诚。所以说我们比较在一个尤其在台上得对得起您主位，你说你上台之后嘴里面糊里糊涂，脑子稀里糊涂，那错了错了，那是李云杰是你知道的，所以说我们这确实得下功夫，但是你看我们这也是下功夫，说一下，有的人你再下功夫你说不了相声，而怎么说不了相声，就嘴里面有问题，哑巴，哑巴，那是说不了相声。不说哑巴，能说出话来的，比如说大舌头，这就说不了相声啊。因为什么？大舌头它咬字咬不真诚，尤其儿化音，
像针尖笔管儿。你看他咬针，大舌头咬针，儿化音针尖笔管，大舌头一说，豆角格果，豆角格果，大舌头说你，我人不就这么，更能叫报外名，听着别扭，所以说他不灵。你看我们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下面念，花二钱买小猪。嘎嘣石头尖全都扔去，子儿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死了，嘴鼻子必须得干净。改毛味儿，你要大舌头，你要说这句就说不了了。听着他别扭，今天诸位学学，大舌头说刚才就这。你不能到放缓的上升高。喝，花我满脸污。人家说问死人怎怎着死啊，人家听着别扭，要不说每个字儿什么的他咬不真诚，这是这个大舌头，说他说话比较费力，结语也一样，你这说下来这结语不懂，说一段下来结语一段下来，我们这正常的语速一段还下来好几十分钟呢，这赶上结语受不了受不了，其他行业，比如说电台播音员，也没有结语的，接歌的人，他报时费劲，到点儿报咱北京时间，钟一响报时，刚来，刚来北京时间，八点半。耽误一个钟头，电视台主持人也一样，那要求更严格了。由于咱们中国这是最标准的电视台主持人，那就是央视。央视新闻联播，新闻联播，就那个那什么的主持人，那真好，那是最标准的，一个字儿咱扣多少钱的？他说错一个字儿。扣五块钱，红火呀！美金，反正他们扣钱挺多，挣的也多，你知道。电视台主持人没有嘴里有问题，也是截取上班路上采访的，拿一个这个话筒，拿话筒过来采访，就这个姐姐。美女，您好，我能当您，当您三十分钟时间，才能有五分钟吗？人大姐，人受了受不了啊！上学咱都耽误，我跟你说呀。他们对着嘴里要求很严格，包括我们也一样，就是结语啊、大舌头啊，这都说不了相声。你要是想说相声，那得下很大很大的功夫。这也没有说贬低这个结语和大舌头这人的这意思，你看为什么？我们就说的这种社会现象，您在座的诸位也是来好多工作基本做的。这些观众朋友，我也不知道您哪位啊，就舌头有问题，还是亲朋好友舌头有问题，这也没有贬低人家，你看，就别拱火，就怕俩人一块来，你看拱火，旁边那人就说，哎，听没有，空中台上说结巴呢啊，听没有，你可结巴啊，台上还说结巴呢啊。这要打起来，您可得负责任，别拱火，也没有别的意思，就是凡是有这结语啊，或者是嘴里有毛病，也不是外人，也都是我二大爷，怕什么？有一样香的，就是数数字，对啊，要不然怎么可以一样香？我们这个嘴里面这是有一个问题的呀，有问题，这说话有时候咱老是整个，为什么？有些结语垫磕的，他着急呀，他说不出来，他越着急他越说不出来，
其实呢，你要是把心情啊稳定下来，一句一句的说，他还能说出来。就一个路口一样，十辆车一块儿过，都往这路口挤，这十辆车一辆都过不去。还好顺序，一辆一辆的过，跟说话一样，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说，倒挺好。您生活当中，我们这街坊一个二大爷，张大爷，这个嘴里面岁数也挺大的，今年六十多了。有那个不懂事儿的孩子，老是拿我们这张大爷老是开玩笑。他说话一个嘴里就结语结不磕的，老是跟张大爷找乐，那你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张大爷，来，那个，您给我们学鸭子叫。”好不好？听说您学鸭子叫学得最好，您学鸭子叫，我请您吃白鸭子儿，好不好？来，您学一个。你想，那人能高兴吗？我那么大岁数，你小屁孩儿，你拿我开心？来，玩去。我不学。鸭子叫，我也不吃。你那白，但是说这样不好，但是生活当中这样的人群也存在。拿我们那儿的人来说，就有。因为我呢不是咱们此地人，我河北人，我祖籍是河北，河北这个爪县甲村，就这么点。当然您在地图上也不好找，因为什么呢？我们那是中国的51区，所以说听你们不会让你搜索的，都是奇葩。我们村里就有那么一位，就是婕妤，我印象特别深。小时候是干嘛的？也是个按摩的，就按摩，跟他的手法呀就特别好，手劲儿特别大，给人按摩一下颈椎呀，或者是腿呀哪不舒服了呀，他都能给你弄好了，啊，手劲儿就特别大，给人就是按摩，按摩的还特别好。人缘也好，好多的，你像呢，就嘴里有问题的，比如说，接不磕的呀，怎么样，也找一些按摩。你找按摩呀，你跟他交流啊，不费劲，因为他说话也那样，所以说他感觉就没有歧视感。上哪去？有一小伙子嘴里也有问题，接不磕的过去，一指着肩膀不好，您给我摁摁，那手劲真大。我给摁，使劲还猪老小，哇，使劲这么一摁，那位尝了甜头了。好，嘿，你看看，上来刚一使劲就夸人家，一带使劲，好，这位，好，小伙子啊，真耐力啊，挺壮的，再来一下劲儿，加把劲儿。现在你看，我回老家，我们那都是小汽车，都是那个烧柴油的那种小汽车。过去不是，过去都是那个驴车、牛车，拉这个玉米杆儿、麦子杆儿，哎，都是拉这个。装那牛车装那上面之后啊，你必须拿绳子呀，你都给它兜起来，从这个绳子扔过去之后，我们那叫就拽这绳子。使劲就拽勒呀，不是北京是不是叫勒？嗯，懂什么叫勒不？
北京人勒勒的什么？两根绳子必须都得勒结实了，省得他那个东西都掉了。你看我们这小伙子也是，嘴里有问题得装这车，俩人得装，一个人装不了，两个人弄了之后，哇，他拽住这绳子，这儿弄完之后拽住这绳子，那边儿勒这绳子，哗，使劲勒，哗，那边小伙子还喊，那小伙子喊。使劲上，哗哗使劲，小伙子还喊，勒，哗哗使劲勒，还真猛劲儿啊！那干农活那个代谢不了啊，勒，哗哗使劲就勒，勒过手了，要不然就耽误事儿。那人一看勒手，赶紧把绳子松开吧。这也好，手指都快掉下来了，累通红的，招谁惹谁了？因为我们那儿农村有时候下雨天干活干累，蹬自行车、小卖部啊，搁买啤酒喝呀，你看消暑啊，消暑买点啤酒，啤酒什么的这东西，它有酒精啊，能麻痹，累了什么的，喝点舒服，骑自行车小伙子到小卖部那问。啤酒，度多少钱？问多少钱啊？五块一瓶，五块钱。喝，那个砰把啤酒打开，喝不起呀、啊！砰打开，咱喝不起。你说那怎么办？那也得卖得开呀！你说喝，你说喝到最后打开了，你不喝，那怎么办？还有就说，有时候要闹笑话，确实真闹笑话。你说在我们这个本身，我还亲身经历过，在咱们北京还遇到过这个可乐。我啊，在那儿做那个，那时候我去那个三里屯上那儿去演出，三里屯演出呢，做这个59。咱们有医院，这儿有59路公交汽车，就到这前门。前门那儿有那地铁啊，坐地铁中午十条，这随便坐一辆公交车啊，基本就到了。我在那儿等车，旁边也站着就好多人，头里有一小伙子也在那儿站着，然后过来一个外星人，外星人一听说话就知道啊，外星人跟他打听道，跟我头里那小伙子打听道。哥哥，再说，到前门吗？旁边小伙子站着，咬着这牙呀，咬着这腮帮子骨子，他也不说话，看了一眼。使劲就能咬了啊！就那意思，不爱搭理，不爱搭理。这边还挺着急，哥哥，再说吗？我才不说，咬着牙在那儿站。旁边我实在我看不过去了，哥，我这个你别问他，你问我，我跟你说，这车呀到，知道吧？59路前门这儿有一站，过了大石那就是前门，是吧？有一站。谢谢呀，不错。你说你不做，你费这么大劲，你问他干嘛呀？有毛病。但他不做，这是他的事。我头里这位朋友啊，也有点出轨。你说你要知道，你就告诉人家；你要不知道呢？你说我不知道，您问别人，完了你不乐意我，这事儿不得了吗？我想啊，跟他理论理论。我说这朋友，我说这朋友，人家问你，你怎么不搭理人家呀？啊，你要知道，你跟人说；你要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你问别人去吧，我不知道，不就结了吗？你一点礼貌都没有啊！人家还外地来的，对不对？人家问你，你最起码你给人回句话啊。这个哥一说话，我也乐。
我不能说话，我一说话，他肯定不，我学的。
这一生气，运了一口气，坏了，这功夫出了个虚功，就放了个屁，动静还挺大，等你呢。好，就这结果可得了呀！哎，你。